和其他的作品有一个色彩上的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原先有一些作品我们看到色调是比较的暗沉，但是这幅作品我们一下子发现色彩豁然开朗，就是有明度很高的这种明黄色彩的加入。是否意味着您在画这幅作品的时候，您的心情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呢？对，这幅图画其实是我要来台湾展出之前前一晚我才把它完成。哦，那时间很短。对对，然后表达的是因为这几年这十多年经历太多事情了，然后第一站来台湾展出，所以就光明在望了，就是什么事情发生都好重新开始，所以我表达的东西就是这样。所以是一种希望。对，所以用这种色彩来表达你内心的一种希望。好的，我们再来。